大鸡霸。大家好，我是峰峰，我手中拿的就是有史以来最重的 Windows 掌机，也是 AYANEO 家最高端的旗舰产品 AYANEO 坤。坤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它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在坤面前，大家都黯然失色。它重量高达948克，电池容量高达很多笔记本都难以企及的75瓦时。75瓦时啊，我很是期待它的续航表现。另外一个与其他 Windows 掌机不同的是，机身左右两侧还带有两个功能丰富的触控板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来一起体验一下吧。外观方面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，大气。机身比 Steam Deck 还要大上一圈，正面的 8.4 英寸大屏在视觉上会给人一种很强的冲击力。两侧手柄部分设计的十分宽大饱满，上面有很多像硬币一样圆圆的东西，圆圆的按键，圆圆的摇杆，圆圆的十字键，以及圆圆的触控板。配合圆润的大机身，加上表面细腻光滑的白色涂层，以及机身顶部与正面两颗按键的渐变类金属涂层设计，使得整机透露出一股子强烈的高级感。本次正面不仅摇杆拥有可以变换灯效的 RGB 光圈，机身右下方的 AYANEO 按键也可以发光，并且可以自定义灯效，进一步提升了掌机的战斗力。机身背部拥有大面积进风口，一个可调节角度的金属支架，以及四个可以自定义的背键。建议你们不要将支架开到最大角度，以免外壳滑到支架顶部。握把处有可拆卸的外壳覆盖，可以挡住机身区域的螺丝，提升了整体的美观度。从官方发布的拆机图可以看到，机身内部做工也十分工整美观。坤仿佛全身上下从里到外都在告诉大家，我是一只高端机。当然价格也是高端机的价格。机身顶部依次是指纹电源键、音量键、麦克风开孔、电源指示灯、 USB 4接口，以及一个首次在 AYANEO 机器上出现的 USB-A 接口，规格为 3.2:2。 机身底部有一个 3.5mm 耳机接口，一个降噪麦克风开孔，以及另一个 USB 4接口。麦克风实际收音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打开支架可以看到一个 TF 卡插槽藏在其中，玩家还可以选配 4G 模块，拆机安装在这个位置。这次玩家自行拆机更换硬盘或是加装 4G 模块是不影响保修的，这一点好评。除此之外，机身左上方竟然还有一颗支持 Windows Hello 人脸解锁的摄像头，这个摄像头可以支持 720p 分辨率，除了可以解锁设备，日常视频通话、视频会议都是可以完美胜任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底部两侧还有两个散热进风口，据说这套风扇散热系统可以镇压54瓦 CPU 功耗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我们待会儿狠狠地烤上一烤。实测 TF 卡读写闪滴 TB 黑卡速率如下。USB 4接口可以外接显卡，通过1KG 外接360迷你显卡，内屏 TimeSpy 显卡得分为7783分，跑分损耗在 10% 左右，扬声器位置位于机身底部两侧，实际日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这块 8.4 英寸大屏使用了16:10 1600p 分辨率的 IPS 面板，上下边框比较窄，两侧略宽，是原生竖屏，屏幕刷新率仍为 60Hz， 由于屏幕尺寸较大，触控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实测屏幕最大亮度竟然达到了640多尼特，色域覆盖与色域容积情况如下，色彩表现属于第一梯队，初始状态屏幕整体观感有轻微偏绿，校色后颜色观感非常棒，需要校色文件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。在1/4快门下可以看到屏幕全亮的无屏闪，对眼睛比较友好。屏幕实际观感这里对比 ROG 掌机，得益于亮度与色域表现的优势，这次屏幕测试坤还是要更胜一筹的。手感方面不得不说大就是好，机身两侧宽大的握把可以给到我们十分充盈的持握感，握把上下凸起处刚好可以让掌机平放于桌面，扳机键也刚好不会卡到桌面。由于本次握把区域空间足够大，摇杆与按键做成了真正的错位布局，符合大拇指的运动轨迹，可以很自然的在按键与摇杆之间自由切换。食指对于尖键与扳机键的控制也十分自如，握把边缘处设计的非常圆润，可以完美贴合掌心，整体持握舒适度是非常棒。但是大家别忘了，这只坤有接近950克的重量，双手端着玩上一段时间，肯定会产生一定疲劳感。此时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桌面，打开背部支架，将掌机架在桌面上继续战斗，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决办法。按键方面 ，ABXY 采用了导电硅胶按键，按压力度较轻，但弹性不错。十字键比较特殊，采用了这种颇具设计的悬浮式圆盘，使用了导电硅胶方案，手感非常不错，搓起来也有点像摇杆的感觉，只需要轻轻晃动就可以实现下潜下潜，用力按下其中一个方向也不会有串键现象。另外这个十字键竟然可以取下来进行更换，是一种非常棒的十字键方案。
肩键采用了触发力度较轻的导电硅胶材质，用食指第二关节按下几乎没有什么负担。摇杆使用了霍尔大摇杆，手感顺滑，四个方向均可向下按压。摇杆帽下方有金属圈套，摇杆调教方面依旧是最高水准。默认状态下，摇杆中心点带有较大死区，玩家可以选择在 Airspace 中关闭中心点死区，此时既可以消除中心点死区，丝毫感受不到中心点吸附。十字方向上几乎没有死区，感受不到十字吸附。默认状态下，外圈控制如下，玩家也可以自由更改外圈死区范围。扳机采用霍尔线性扳机，阻尼感适中，按压反馈比较舒适，建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实测线性值变化均匀，首段与末段都几乎不存在虚位，但是目前在松开时会直接回到 0.5 左右的状态，已经反馈给官方，后续会修复。玩家也可以在 Airspace 中自定义扳机灵敏度。除常规手柄按键之外，机身左上方还有一颗 Xbox 手柄上的西瓜键，右下方有一颗 Airspace 与快车菜单呼出键，以及一颗自定义按键。使用的都是微动按键，机身上方肩键旁藏着两颗可以自定义的按键，机身背部还有四颗可以自定义的背键，按键扩展性直接拉满。玩家可以在 Airspace 中自定义这些扩展按键的功能，不过由于机身尺寸比较大，肩部的两个自定义按键在正常持握时是按不到的，需要向上够一下。背部的四个背键使用了过载片按键，按压手感上是不如正面这些按键的，但是误触概率不大。我个人认为背键位置如果再靠上一些会更加舒适一点。对于 Airspace 2.0， 这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前端软件，它有着丰富的功能，美观的 UI 界面，良好的响应速度，但是也有着少量的功能待完善，比如陀螺仪的适配，目前还是处于不能用的状态。我在这期视频中有详细介绍过 Airspace 2.0， 大家可以去对应章节翻看一下。除此之外，机身右上方还有一颗触控板专属设置按键，但是目前官方还没有适配。在默认状态下，右触控板可以操控鼠标指针，点按或是滑动时都有震动反馈。因为KUN搭载的是 HD 线性马达，所以震动反馈非常干脆，后续可以在软件中调节震动强度。另外，这颗 HD 线性马达感觉比之前适配的更好，在 UR 地平线50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左触控板在默认状态下为鼠标滚轮，左右触控板默认灵敏度都比较高，玩家后续应该可以在软件中自行调节灵敏度。两块触控板边缘处都有隐藏按键设计，上下左右分别对应四个按键，初始状态右触控板分别对应回车、退出和鼠标左右键，左触控板则为上下左右方向键，玩家后续可以在软件中自定义按键功能。目前触控板在滑动体验与点按体验上还有待完善提升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触控板在边缘处是有一定弧度的，与握把做了一定融合，不会影响持握手感，在正常持握时误触概率也不大。但由于触控板位置比较靠下，更多的使用场景是用来操作 Windows 系统，但是如果你想用触控板游玩 FPS 游戏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手势，用大拇指控制视角，用食指勾动扳机开枪，也可以直接轻触触控板完成开枪，目前感受是可玩的。如果后续可以调节下触控板灵敏度，再优化一下触控细节，应该就可以完美胜任。硬件方面，除了 7840U， 它有着 16G、32G、64G 三种内存容量可选，供应商为美光，出厂频率运行在6400兆赫兹，但硬件上是支持7500兆赫兹频率的，后续可以通过刷固件开放。我这台为 64G 内存，其实有点惊人，估计周边功耗要高上一些，但是在 Airspace 中更改显存时可以毫不吝惜了。硬盘使用了 PCIe 4.0 固态硬盘，尺寸为280，最大有 4T 容量可选。实测硬盘读写速率如下，网卡使用了来自英特尔的 H210， 电池出厂容量设计为75瓦时，但实际竟然有80瓦时，是 AYANEO KUN掌机的二倍。官方随机器附赠的是 2C2A 4接口的100瓦充电头。实测开机状态下，最大供电速率竟然可以达到99瓦，在低电量关机状态下，充电速率可达66瓦左右。实际续航表现我们后面测试。提醒一点，在持续传输数据或是充电的时候，背部这个金属支架会起到散热作用，会比较烫，是不可以触碰的。下面来到我期待已久的散热测试。本次机身内部采用了单个大风扇加三通管的散热模组，名为鲲鹏散热。开启54瓦 CPU 功耗，打开风扇全速模式，开启睿频，在 FPU 与甜甜圈的双烤测试下，室温 25.8 度， CPU 温度最终可以稳定在91度，整机功耗也是来到了惊人的95瓦。此时的风扇噪音比较大，在51分贝左右，此时屏幕中心会来到56度左右，屏幕右侧黑边处会来到60度。当然54瓦只是极限散热能力测试，烤机不能持久，相比30瓦，54瓦的性能提升其实微乎其微，是真的没有必要这样折磨 CPU 的，也非常不建议玩家去用54瓦烤机。不过平时插电状态下开个54瓦玩个游戏啥的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在30瓦单烤测试中，开启风扇自动模式， CPU 温度最终可以稳定在70度，风扇开启自动时为硬件线性调节，此时的风扇噪音比较合理，在44分贝左右。机身正面最高温度集中在屏幕右侧黑边处，在50度左右，屏幕中心区域在48度左右，握把区域温度控制的不错。机身背部温度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持握游玩时，左边握把背部会感受到一点点温度，基本不会影响持握体验。在30瓦双烤测试中，机身内部温度会下降至67度，风扇噪音也会减小到40分贝左右。看来30瓦对这款机器来说是非常轻松了，鲲毫无疑问的成为了目前市面上散热最强的 Windows 掌机。
对于7840U 的游戏性能，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。它可以游玩市面上几乎所有 3A 大作，有些优化好的游戏，比如《地平线5》，甚至可以开启 1600P 分辨率高画质畅玩。本次游戏测试部分会为大家展示不同游戏在不同功耗下的运行效果，重点为大家测试一下机器的周边功耗与整机续航情况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机器左上角的监控数据，感受一下这款大屏掌机的游戏乐趣。不得不说 64G 大内存确实会让周边功耗高成一些，另外 4TB 的硬盘也会增加周边功耗，目前看来 32+1T 的配置应该是最佳选择。虽然它的机身尺寸比起常规掌机大上不少，重量也是来到了948克左右，听起来似乎是偏离了掌机的概念，但是用重量和体积换来的是 8.4 英寸大屏，两个圆圆的触控板，合理的摇杆按键布局，宽大的握把，惊人的75瓦时电池，以及非常优秀的散热能力。就我个人来说，这个体积与重量的取舍做的还是比较值得的，至少还可以当个健身器材训练一下自己的左手。那么屏幕前的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待坤这台机器呢？欢迎在弹幕或是评论区中留下你的看法，期待后续有位大叔可以把独显塞进这款掌机内，并且成功量产，那真的是Windows掌机的一大突破。另外，如果你心里没有办法接受坤是一台掌机，可以去看一下 AYANEO Air ES 这期视频。这台小机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掌机，也是目前市面上体积最小的7840U掌机，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。总之要大有大，要小也有小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